申请废除，这家规不合理。惩罚动嘴不动手，做错事就咬屁股不体罚。爸爸就想到一个办法，说好啊，你不要罚站可以，那不然咬屁股。咬到那个小孩子都哭了，屁股后面真的有一圈齿痕。咬哇，前有狼，后有虎，中间还有老鼠咬屁股。每天要检查人家的内裤，不同花色内裤才能够上床。我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都不换内裤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金大跟班。